根据皇上圣谕，大明是不能上学堂的，你们回去吧。 去哪了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我们蛋家已经够让人看不起了，他要真学音乐，显家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。哎呀，男人的辫子不能摸！皇帝刚刚一下滚下来了，以后我们中国人从此不同了。 可像星海这么有天分的孩子是很少的。妈，是谁弹的琴？你说什么？你去弹钢琴？我们冼家三代单传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。 我叫冼星海，我妈妈在这里帮佣。你如果让她放弃，会误了她的前程。